你好，记者现在在关圣帝君庙参拜祈福，在关圣帝君庙这边有那个东平太子，这还有那个周仓将军这个两位大将在旁边我们跟关圣帝君参拜祈福，有感于我们的会员不会赚钱，不会签牌，现在呢我燕社长亲自操盘。亲自操盘，我们从早上的天天赌五三九，一直赌这个看什么赌，你出资5000，我出资5000，合资是1万块钱，你出资5000，我出资5000，合资是1万块钱，很简单，今天投资下的钱，牌资有赚有赔，到了到了隔天早上。一律有赚钱就会出，有赚钱就会出，我保证你5000块钱不赔钱，保证你我保证你赔另外呢，但是你记住，赚钱的话我要抽2000块的会费，以后会费是月底收，以后的会费是月底收，你只要出5000块，我也出5000块，以1万块为底，1万块钱为底。你出5000，我也出5000，会费呢，到月底2000块钱再扣，听清楚了没有？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结账，早上比方讲今天的天天，听清楚了，我今天天天中四碰，我们看每天签多少，今天的本钱1200，1200，四碰，四碰是0.4，0.4。我中的是，一碰、两碰、三碰，三碰，因为总共中三碰，三碰呢，如果是以300块的，300，300，300，那也就是0.3中6000，中6000，我们扣掉本钱，6000块本钱多少？900，还有5000，我们一人分2500。我们隔天早上我就到邮局把2500汇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隔天早上我们就我只限定五名，限定五名这样的客户客人你出5000，我出5000，到了月底赚了大概很多钱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你必须要先扣掉2000块月底，我现在会费月底2000，所以你要汇。你要给我是5000块，不要汇过来，你要用那个礼券寄到台北邮局10707，台北邮局的礼券，我一个或者是现金袋或现金袋寄到台北邮局10707，我每天去签牌，我每天都在万华签牌，或在西门町那边签牌，不同的地点看哪里方便，每天牌资传给你。每天天天9:40开奖，9:409:45开奖，每天五三九开奖，或大乐透开奖，或者是威力球开奖。我但威力球不投资了，目前是投资这三项了。这个各位机会难得，你可以重新9月份的方法配合看看。你寄5000块来我这边，我帮你操盘，我再出5000块。